那你还要饮料？我那个，我喜欢看左边。你又不理我的。我不知道啊，你讲啥？因为你一直冲那个什么卷。这个福州包左边的那一间有一个什么卷的，给他看看。我不确定他在卖什么东西，但他写什么卷饼。嗯。没人啊。看一下啊。